我女儿丢了，五岁，叫娜娜。找女儿，你应该报警啊！我不能报警，因为她是一只老虎。所以说，她根本不是丢了，是被别人弄走了，对吗？对。明天一点，进入别墅，找机会看看老虎藏在哪儿。哎呀！偷鸡摸狗，我从来不偷鸡，我偷的是老虎。我忘了通知你了，行动改明天了。打个结怎么还能临时改时间呢？人这辈子啊，不是谁都能遇上劫匪的。人生嘛，总得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啊。他爹还得买鸡汤的，人家劫你了吗？